喂，你好，我是金公公，棒棒棒。这个火车站下面上学路马路上的一个位置很好的二楼的房子的，价格超级便宜。二楼的房子，看一下床、洗衣机、冰箱，微波炉帮你配，然后一个水池，水压看一下。哦，挺好，还有煤气灶，然后还有通风好窗，还有空调。然后这里我等一下，书架，然后这里鞋柜啊，没有钥匙什么，密码锁帮你装。然后这里有一个衣柜，然后卫生间，卫生间挺干净的，卫生间有马桶、龙头、洗脸台，都在卫生间里面看一下，就是这样的。这这这，房子挺干净，价格超级便宜的房子的，是，快点过来，我是金公公。